那我们就试试看，你看我的球你拉不拉得起来。揭秘球馆的第一集，我们要看看这里的教练是怎么教球的，我们业余球友能否在从中学到一点知识。来跟我走吧，看看你打了这么多节课，怎么老是拉球拉下网？你现在还练不练啊？教球这自己都教错了还骂人，我的天哪，这怎么搞的？带老子上来练球啊。行啊，这个球不是这样子打的，你看一下，你老是拉这个球的正面，这个球它是往回跑的，你拉球的正面它不是往下掉了吗？不是这样子教的，这个球不应该去打正面这么转的球，你看试一下，把这个球侧面一点打，来你看一下，掰，它下网吗？它不下网啊，你这里它就下网了，这样子它就它就出去了，这样子它就出去了，这样子拉它是下网的呀，你怎么拉它都是下网的呀，你去打这个球的右侧面去试一下，这样子包住球去拉一下看一下，它就不会下网了。来，对了，哎，往侧面一点点包，这个球很转，你能不能拉上来看？这个球都转都没有问题，只要你击打球的右侧面。这么厉害，那我们就试试看，你看我的球你拉不拉得起来？来试试看，试就试啊，来，这个球是很转的，拉正面的肯定会掉的，我们往侧面再转一点，你能不能行啊？再转一点，你看轻轻带就起来了，哎，是不是往右侧面轻，哎，一点都不转。每天跟你分享一个小技巧，球迷朋友们，你学会了吗？